哎，没错，就是他，火辣辣的发日混血儿，爱玩客的雷爱美，就是他让耿直 boy 心虚的 Demi 方寸大乱。电影出席 Astro 和台湾合拍的爱玩客分开旅行旅游节目记者会时，被问是否会需要避嫌，不能和拍档爱美私下太亲密，他竟然紧张到自曝有女朋友了，就是网红 Julin 小妹妹，清纯青春又可爱，和阿 boy 很登对呢。但是阿 boy 不肯讲故事哦，我们只能从这些合照猜猜看，两人可能已经交往一段时间，还去了海边。哎呦呦，情侣们为什么总是喜欢去海边拍照来刺激单身狗的眼睛？就这样，两个人在人间天堂马尔代夫全裸出镜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刚刚新婚的蓝色给澳勇好友狂晒两人度蜜月的照片，澳勇好友还拍下了老公背对夕阳的照片。哎呀，谁不知道你老公身材好呢？当然，澳勇的身材也是有名的哩。你会晒张馨月更会晒，不过他晒的不是身材，而是狼凤的住宅。没错，用照片来宣示自己才是狼凤住宅的女主人，张馨月还是相当霸气的。只不过狼凤很小心，没有让自己曝光。哟，红人情就歹头坏一点喽，一不小心就被人拍到开车在新女友改改，还担心媒体笑跑女朋友。这漂亮的 G36G 扮演就是 model 梁诺音，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健康宝宝，还有自己位于中环的健身教室，据说还是长跑教练喽，厉害了！那就祝福你们成为爱情长跑冠军喽。人情歹过，真是事业爱情两得意喽！来临星期天的 TVB 满千千怪伴将迎来2018，洪文森也凭《大帅哥》里妈摊的角色入选了最佳男主角，不过对手也有19位。又不过入选最佳男主角已经是一个很棒的肯定，大家记得星期天在 Astro 华丽台收看直播喽。